我跟旭日哥干了一仗，把他干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鱼。我们现在是在四川省的德格县呢。我亲爱的旭日哥哥今天就要离开我们了，他要先往前走了啊。他今天就要走了，我们准备了一顿大餐啊，送一下这个旭日哥。因为旭日哥自己一个人走了之后呢，吃饭啥的肯定就不能像我们人多的时候这样做饭了。而且旭日哥会做饭吗？好像也不太会做饭，自己做可能也不太好。我们准备了一顿大餐啊，三哥现在准备给旭日哥做饭了啊。几个菜，三哥？四菜一汤。四菜一汤啊，欢送我们的旭日哥。还没开始做饭，看着没，下开雨了。你们看这个雨啊，哪有云彩哪下，没有云彩的地方不下。这雨你看那面下得很大，那面就没有下，我们的头顶上也在下。我的天哪，旭日哥哥啊，今晚就走呀？你这是打我走啊？我没有，那不是你说今晚走的吗？我什么时候我今晚走？还下着雨呢，天都黑了，我走，我明天走，明天走。啊，明天走呀？给我这个那个啥坏了，我寻思完了，这旭日哥今晚就走了。给你高兴坏了是不是？不是高兴坏，给我难过坏了。没给你钱又是。给我难过坏了。别说实话了。那行，今晚上最后给你弄顿大餐哈。最后，给我送行是啊？对，给你送行。好好，三哥。啊。给他送行。给他多整几个菜。对，多整几个菜啊。多整几个菜。好家伙，赶我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误会误会误会啊，纯误会啊。你们看看这个二狗啊，你们看看这个二狗，他这种迷惑行为啊，越下雨越往雨里跑啊，你看你们看。哎哎呦我的天哪。看一下看一下。你看你看。看垃圾车。看垃圾车。你看玩够了又过来吃，你看这是二狗。二狗吃够了又去咬雨去了，咱不知道他天天干什么。哎，你看你看，回来吧二狗，都浇湿了。你看咬不着，给自己气的，给自己气的。哎呀我去，我们营地啊又来了几台车啊，有一个是我是我老乡车，也是面包车子改的，一会儿带你们去看看啊。咱管不了这二狗啊，让他在后面浇着去吧。啊，哎，又跑前面来了，哎，天天的迷惑行为可多了。咱们看看啊，这个车收拾的可板正了，后面和我的车后面一样，都是用这种方式啊做了个柜子，但它这个柜子比我的柜子还长还大，你们看，它里面格打的也多，看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下雨了，上车了，小伙啊。啊，他这个车特别长，我还不知道他这个车是什么车呢。然后一会儿再给大家看看里面，这面包挺过瘾啊，比那啥，比我的面包大多了。这个牌子是什么牌子的车？我还不知道呢。他是我们黑龙江的，但是他这个车是天津的，他那时候在天津工作啊，出来的。小哥被我把车门子叫开了啊，你看这就是他的车里哦，哇，太带劲了他这个车。你这个座椅还是能转的吗？可以转。二狗，你不准往人车上上。看，这是他的车里面啊，小伙子特爱干净，来了就开始洗洗涮涮，在那擦。这会儿下雨了，他回车上了。哇，他的床啊很长，后面还有那么长一块儿，然后这个座椅可以转的，是这种，里面空间啊特别大，特别舒服。小哥，你这个车是什么牌子的？瑞风，江淮瑞风。江淮瑞风，你这车多长？常州版的，是5.35米。五米三五，啊，你这车多大排量？2.0。2.0，耗油怎么样？1.21公里吧。啊，手动的，手动的，自动的？手动的。手动的啊，这面包应该都手动的吧？那也是后驱的？它有那个自动的，有，对，这个后驱的。也是后驱的啊，哎，你这车开起来怎么样？感觉？开起来太笨了。太笨了，对，它车大嘛，车大排量小，然后车本身自重又比较重嘛，2.2吨，2.2吨啊，2.2吨，那还能有我的笨？你这个爬坡啥的，你那个车轻啊，你那个车总质量都不到1吨，啊，对，它这个就2.2吨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你再加上这些东西呢，你这爬坡挂几档呢？往上爬？2档3档一样。那我那车1档，那差点劲儿啊，差点劲儿。但你省钱呀，
我这个加800块钱跑600公里。啊，是，我那200块钱能跑将近200多块钱，将近能跑400公里。差不多也就是5-6毛钱一公里，最多。对，6毛多，6毛多，差不多。嗯，那你原来是做什么的？以前化妆品公司。做化妆品，实体。实体。你是不是也玩这个，也做这个自媒体？也做，刚开始玩。你账号叫什么名？我账号叫龙弟的自驾旅行。龙弟的自驾旅行啊，你出来多长时间了？出来好久了，但是做抖音时间不长，出来有半年多了吧。啊，出来半年多了。啊，大家有喜欢小哥的可以搜索一下，也是和我一样失业了，然后转成自驾游了哈。那为什么就是失业之后就想着转自驾游，没有想着转别的行业？自驾游就是因为这些年工作也比较累嘛，就想出来玩一下。然后路上呢就碰到一些朋友嘛，然后都是做自媒体的，我想着呢就是做一做试一试呗。如果要是能做好了，那当然最好；做不好了，就当记录生活嘛。啊，那你有没有打算说这一程出来玩多久？还是最起码的，这今年肯定是一直都在外边了啊，都是不容易啊。你改这个车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改这车我就做了一个柜子，这个柜子的话是我自己做的啊。然后买板子的话花了200多块钱吧。哇，你这么厉害，柜子自己做的？对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哇，做的比较简陋啊。比较简陋。和我那差不多，我那是我爸做的，你自己做的，我寻思你找人做的这么厉害你。还是很简单的啊。那个也是那个把座椅放了块床板是吧？那个座椅放倒，然后做了一个床板，买了一个那个折叠的床垫子啊，折叠床垫。那你这个车呢，是为出来玩新买的还是原来就有啊？我以前就有，我家里有一个能拉那个拖挂的 SUV 啊。但是那个车吧，要是买拖挂，你要重新考那个 C6 驾照嘛啊。然后这个车就是比较舒服嘛啊，开它可以睡在车里，因为你吃饭呀、睡觉啊。都是在这个靠着这个车进行嘛，啊，所以开着这个呢，就是要舒服一点。你这车多少钱？这个车新车的话，也就12-13吧。啊，你是自己有两台车呗，一台 SUV， 一台这个，然后这次开这个车出来的。对。啊，那也挺好的。我老乡。一样嘛，咱俩的车型。车型，你的比我的大呀。但是我高啊。也是啊，我长得比较娇小。我要开 SUV 我躺不下啊，你把那个坐子放平我也躺不下啊。个高，你看这，看我们东北人的特色出来了吧，大高个。行，下雨了，那你忙。好嘞，再见。比如我老乡他开的这个车，我们其实面包车我真发现了，面包车真的很好改，座椅放倒，放块床板，然后后面坐个柜子就可以了啊，真的挺简单的。三哥，看咱们三哥现在准备的咋样了，也不知道大家在这干啥，咋的下雨不坐了，一听说怎么的，听说旭哥今晚上不走了，饭都不做了吧，我要饿死了。下雨了，这大雨都饭都不想做给我吃了，你看我看出来了，饭都不想做给你吃了。你们看看在厨房忙碌的男人们啊，最帅气啊，嘿嘿嘿，太帅了，这帮男人们。排骨已经搁锅里焯上了啊。旭日哥下着雨戴着草帽搁这摘白菜，咱要不说吗，男人工作的样子最帅了，太帅了你们。帅不帅？帅，只要不让我干活你们全都帅。看过几天就回来了，男人们在做饭，我只用负责貌美如花，如果分开面膜都贴上了。我跟旭日哥干了一仗，把他干走了，三哥也快了啊，这是网友们传的啊，我跟旭日哥干一仗给他干跑了，弃我们而去。三哥说了他也挺不了几天了，是这样吗？我欺负你们了吗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我自己心里有数，那我欺负你们了吗？我觉得我没欺负你们。你说你是谁呢？我觉得你是在哈我们。完了，有理说不清了，完了，彻底拉仇恨了。我现在，这会儿完了，这俩人开始和我不讲理了。饭已出锅，看看饭已出锅，四个菜，一个腊肉，一个湿炒鸡蛋，一个白菜，
还有一个土豆丝儿，哎呀，色香味俱全啊！我们要开吃了啊，开吃了！旭日哥哥这儿呢，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顿饭啊！吴新勇啊，开吃开吃！我们的饭都吃完了啊，我们的排骨到现在没好，这一到了高原，这个小气儿，这个气罐确实是不行啊，没有那个火厉害，急死了！旭日哥在这儿来等这个排骨好等半天了啊！是不是还在纳闷儿，旭日哥到底是因为什么走的？啊，不是我把他骂走的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俩没干仗，是旭日哥有事儿啊，他要先去纳曲，上纳曲办完事儿之后再跟我们会合。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做了些好吃的，然后给旭日哥见个行啊，到时候我们还会会合的，给他见行吧。然后今晚这个见行有点失败啊，排骨到现在没好。在这等着呢，吃完饭啊，明天走，明天早上走，到时候我们还会再会合的，他先去办事儿，就这么简单啊，不要瞎想。